大家好，我是 Sam 林 Remax Accord Realtor 2023年新的一年开始了，我在这里恭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从一月份到现在的市场表现出现了如下几个特点：房源非常少，客户多，在多数交易中出现了竞标的状态。那么这种情况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会持续下去，我们还有待观察。下面我为大家介绍旧金山八个主要城市独栋屋市场数据。首先我们看一下中间价位， Pleasant 148万，同比减少 18.9%， Livermore 106万2500，同比减少 12.6%， Cashel Valley 100万，同比减少 16.7%， Fremont 130万，同比减少 20.7%， Dublin 135万，同比减少 20.6%， 三瑞梦151万6500，同比减少 28.3%， Danville 169万2500，同比减少 18.9%， Walnut Creek 140万，同比减少 10%。 再看一下环比， Pleasanton 减少 3.7%， Livermore 环比增加 7.4%， Cashel Valley 环比减少 1.8%， Fremont 环比减少 5.8%， Dublin 环比减少 0.7%， 三瑞梦环比增加 0.4%， Danville 环比减少 1%， Walnut Creek 环比减少 3.4%。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销售数据， Pleasant 19套，同比减少 20.83%， Livermore 40套，同比减少 20%， Cashel Valley 27套，同比增加 17.39%， Fremont 41套，同比减少 35.94%， Dublin 11套，同比减少 50%， 三瑞梦12套，同比减少 58.62%， Danville 16套，同比减少 57.89%， Walnut Creek 5套，同比减少 85.29%。 再看一下环比， Pleasant 减少 9.5%， Livermore 环比减少 36.5%， Cashel Valley 环比减少 25%， Fremont 环比减少 10.9%， Dublin 环比减少 42.1%， 三瑞梦环比减少 33.3%， Danville 环比减少 44.8%， Walnut Creek 环比减少 78.3%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库存量， Pleasant 23套，同比增加 92%， Livermore 31套，同比增加 41%， Cashel Valley 20套，同比增加 82%， Fremont 39套，同比增加 22%， Dublin 15套，同比增加 114%， 三瑞梦13套，同比增加 8%， Danville 36套，同比增加 89%， Walnut Creek 26套，同比增加 160%。 再看一下环比， Pleasant 减少 32.4%，Livermore 环比减少 20.5%， Cashel Valley 环比减少 20%， Fremont 环比减少 26.4%， Dublin 环比减少 16.7%， 三瑞梦环比减少 40.9%， Danville 环比增加 5.9%， Walnut Creek 环比增加 8.3%。 根据以上的数据分析，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市场的走向有很多不确定因素，但其中市场数据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之一。我们团队将密切跟踪市场动态，及时为大家更新市场数据。有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，请为我们点赞、关注和转发。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。